Hello，各位观众，大家好！香蕉超人 Vlog 第七集来啦！今天这集视频一开始是五人桌，到后半段也一直都是六人桌，所以相对来说达到 All-in 的情况会比较少一点，更多的会集中到翻后的运动战。但是运动战也同样精彩哦，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现在画面上大家看到我正在分配筹码，是的。 今天一开始，我的手气就非常不错，直接抽到了最大牌发牌。一个小时，那为了一边发牌也能一边录制视频，所以我就直接选择了在一号位游戏，希望不会影响到我们观众的观看体验。那让我们开始吧。今天的买入金额是十 K，黄色十，蓝色一百，绿色一千。 今天的开场开位牌是我在庄位拿到的一个圈九不同色，在所有人弃牌到我之后，我选择 open 六0小盲弃牌，大盲防御单挑。翻牌是来了三五七两个红桃，一个方片，是一个连接性非常强的牌面。我们在这个牌面的整体匹配度感觉不如大盲的防御范围，因此我选择在这个翻牌随后过牌看转牌。 转牌是来了一张红桃勾，在我们手上这张红桃圈的加持下，我们算是改进到了一高张筹花。于是我决定利用这张勾在转牌发动了一个延迟持续下注八十。不幸的是，对手跟注看河牌，那河牌的掉落是一张黑桃 K，在范围上算是对我们非常不错的一张河牌。 在对手第三次过牌后，我决定在河牌下注两百一，去扮演自己是一张红桃 K，在河牌击中了这张 K，希望可以打走对手一些下面类似像六七四五等这种一对的牌型。那在我们下注两百一之后，对手也是很快就选择了弃牌，我们长吁一口气。紧接着，我们继续来看一把运动战单挑池。 我在 C.O 的起手牌是七九草花同色，这把牌是有一个 Straddle 的。我在 C.O 就是翻前第一个行动的人，选择 o p e 一百二十，只有小忙跟注单挑。翻牌是来了三六八两个红桃一个方片，这个牌面的连接性虽然没有第一手那么强，但也算是一个相对比较潮湿的翻牌了。 我们在这个翻牌的概念是两头听顺，并且勉强带有一个九的高张，因此在这个翻牌，我决定下注两百。这个下注，我希望能够直接打走对手一些没有红桃的两高，类似像勾圈 K 勾这种人头牌。但是对手跟注，我们一起来看转牌。 转牌是一张方片勾，牌面进一步形成了双停花面。那我们在这个转牌先尝试分析一波对手的范围。首先，对手在小盲跟注欧本会有哪些范围？我认为会更多的集中在一些杂色人头牌以及同色的概念牌。毕竟在小盲位置冷扣不同色的概念牌的情况还是比较少的。那说回这张方片勾的转牌。 虽然我们在翻牌的下注是消掉了对手一部分两高的范围，但是在红桃的两高范围还是保留着的。在剩下的范围当中，包括一些呃一对的方片同色牌型，类似像七八方片、五六方片等等，以及本身带有一些其他概念的红桃同花听牌，都是不会在转牌轻易弃牌的。所以，最后我决定在转牌随后过牌，免费看和牌。 最后合牌的掉落是一张红桃三，对手打了三百二十，是一个尺度比较小的阻挡下注。在当时，我是选择了放弃这个底池，直接弃牌了。但是，就在我现在在剪辑这手牌的当下，我认为这边如果我是一些红桃同花听牌，也是会有一定频率在转牌随后过牌的。那面对对手合牌的这个阻挡注。 完全是可以做一个加住炸唬，去打走对手一些弱八，甚至是弱钩的。哎，终究还是太菜了呀！水平菜，排力补。我们这把牌在小忙位拿到了 AK，在庄位 open 了一百二十之后，我选择在这边随 bet 到五百，庄位跟注单挑。翻牌来了六勾九，全部红桃，在这边。 如果是那种传统线上一百个 BB 的情况，我会在这里持续下注一个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的小注。但是在现场这样大家有效后手都特别深的牌局当中，我在这里选择了过牌。这边提一下，庄位玩家也有差不多六千左右的后手。在我过牌之后，庄位玩家选择下注了三百八，那我这里跟注就好，一起看转牌。 转牌是一张红桃十，可能是一张行动暂停牌。我前位继续选择过牌后，庄位也随后过牌，直接来到了河牌。而河牌是一张空白的方片二。那在面对对手转牌没有在有利位置下注的这么一个情况，我这边判断自己的红桃 K 基本就是最好的牌了。那在这个一千八百二的底池，我要打多少呢？ 最终，我选择了一千的这个下注尺度。这个尺度的好处是，不仅可以轻松拿到一些比 K 花小的同花的支付，还可以让对手的两对 set 甚至是一个顶对的牌型陷入一个比较尴尴尬的处境。但是最终，对手还是选择了弃牌。我们这把牌没有通过修档就收下了这个底池，也算一个还不错的结果吧。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吧。 好的，既然是靠牌力，我们就再来一手奶奶牌。这把牌是我在 HiJack 拿到的一对 A，欧本一百二十，只有大盲跟注，单挑。翻牌非常简单，是八三勾彩虹面，挺干燥的。大盲过牌后，我持续下注小注八十，大盲跟注。紧接着转牌是一张方片四。 牌面仍旧是彩虹面，在大盲二次过牌后，我再打一发三百八，大盲弃牌。这把牌，观众朋友们有没有一种回到刚玩德州时，作为新手玩家学的德州扑克第一课的那种感觉呢？评论区告诉我吧。在剪辑到这把牌的时候呢，我突然想到了今天这集影片的主题，就把它称之为“奶奶牌集锦”吧。 我们来看一下这把奶奶牌，翻牌前我在 CO 位置，o p e n 六十，大忙跟注单挑。翻牌来了五六九两个红桃。是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没有看错，我击中了全世界。但是，但是这边不得不提的一个题外话就是，大忙位置的朋友此时的后手只有大概八百左右，因此。 在这个几乎真的是姥姥来了都会打的翻牌，我选择了随后过牌。一起来看转牌，转牌仍旧没有任何改变，是一张草花三。这个时候大盲零打了一百，那面对这个一百，我选择了跟注。至于我在这边跟注的理由，我在合牌再告诉大家。最后合牌是一张红桃二，大盲过牌后，我下注了一个小超池四百。 大忙也是没思考多久就选择了跟注。那在这边聊回我转牌的跟注，因为之前也提到，大忙的后手非常少，所以我转牌跟注的计划就是：如果合牌是红桃，对手下注我全压，对手过牌我四百；而如果合牌不是红桃，对手下注我全压，对手过牌我还是全压。 因此，在合牌几乎有四分之三的概率可以全压的情况下呢，我也无意再转牌造池了。这也是和对手后手有着直接的关系。但凡对手后手超过一千两百，我都会百分百在转牌加注建立底池的。在这边呢，我当然也知道，既然这样，在转牌就游戏全部筹码不是最简单吗？但是。 由于这边大家看到的手牌都是我中间截取剪辑的，对于一个牌局在进行时的不同阶段，当下的场景是无法通过画面来传递给大家的，所以有的牌大家也不用太过于较真，朋友局嘛，玩的开心才是最重要的，你们说是不是呢？ OK，这把牌是我在 CO 位拿到的一对红色的 King，p e 一百二十，只有小盲跟注，大盲和 Straddle 都弃牌单挑。翻牌是五六二两个方片，又是一个具有一定连接性的牌面。那在这样的牌面对上我 CO 位的范围，我一般会选择那一些相对小一点的口袋对和确实和这个牌面契合度非常高的组合进行下注。 那这把牌我是一对 K，同时还有一张方片 K 作为阻挡的情况下，我并不会太担心对手有听方片的情况，于是我选择了随后过牌，一起来看转牌。转牌是一张方片勾，对手迅速快速的过牌。 就如同我翻牌时所说，我并不会太担心这张方片勾，反而比较喜欢这张方片勾，因为这张勾很有可能掉入对手小盲位的一些人头组合范围，类似像 K 勾勾圈，因此我随意下注了一发一百八十小盲跟注。最后合牌是一张黑桃六，小盲再次过牌，依据小盲的整个行动线。 我也更加确信地把小盲范围放在了一些 Go X 上，于是河牌下注五百六，小盲跟注，我们秀出 KK，小盲埋牌。这集影片可能要让一些喜欢看我犯病的观众朋友们失望了，因为这场牌局我实在没有遇到可以让我犯病的情况。这不，我又拿到了一把大牌 AK，在 h i Jack Open 一百二十，小盲跟注单挑。 翻牌是来了圈二四两个草花，这也实在不是一个可以让我犯病的翻牌。在这样一个一高两特低的翻牌，我又处在有利位置，还是有非常大的概率我们的 A K 在这边还是领先着的。于是我全范围下注三分之一，3, 对手跟注。 转牌是一张非常不利于我们的草花五，也正是这种极端不利于我们行动的转牌的出现，我们也当然没有了犯病的理由。转牌的行动是都过牌。最后，河牌是一张黑桃九，对手再次过牌。虽然我们也明显的感知到我们的 A K 在这里修档已经几乎不可能获胜，但是由于底池非常小。 对手也有明显的在执行过牌跟注路线的这么一个情况，于是我在合牌也随后选择了过牌。在我过牌之后，小盲秀出 A 三黑桃，在翻牌是卡顺后门花，在转牌就击中了自己的顺子，叽叽。别期待了，今天不会犯病了。这手牌是实时在 CO 位置，前面的行动是 h i Jack 位置 Open 一百二十。 大家从画面上也可以看到，这边 hijack 玩家的后手大概是一千六七百左右，也就是差不多四十多个 straddle 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实时在这里，如果选择做 three bet，那之后面对 hijack 的四 bet all in，就会陷入一个不得不放弃自己胜率的这么一个情况。因此在这里平 call 似乎就成了唯一的选项，单挑看翻牌。 翻牌是七七九，两个黑桃，是一个 A B B 的牌面，在胜率上可能还是 Hijack 范围强一点。Hijack 玩家持续下注一百，那同样的，这里实时我认为还是跟注会比较好一点，因为如果选择加注，在一定程度上也只能打走比自己小的牌，所以我们跟注看转牌。 转牌是一张八，我们这里得到了一个两头顺的增强，并且在范围胜率上也相对于翻牌稍微好一点。因此，在 hijack 位置玩家转牌过牌后，我们这里可以进行一发下注，当然尺度同样不用太大。我们这里还是要保留对手一些类似两高的范围。于是，我下注两百半尺不到。 不过很快的，对手选择了弃牌，我们再收一池。今天的最后一手牌还是来自于 CO 位，我们起手牌是 A 圈黑桃同色，在 h i Jack limp 之后，我选择加注挤压到一百六十，之后的行动是小盲跟注 h i Jack 也跟注，三人底池翻牌是 K 十六两个草花。 我们这边只有一个卡顺听牌，在前位两位玩家都过牌到我之后，我选择持续下注两百，小盲弃牌，Hi Jack 跟注，单挑看转牌。转牌看似非常危险，是一张草花八，但是我们这边换位思考一下，这张转牌在我们的角度看似危险，但是从对手的角度来说，这张转牌也同样危险。 并且我们还有更多的顶端范围，因此在对手转牌再次过牌后，我在转牌试探性的打了四百。如果被跟注，就根据合牌的出张再做决定。不过幸运的是，我们在转牌下注四百之后 h i Jack 玩家选择了弃牌，并且尝试性的看了一眼合牌，合牌是一张黑桃勾。看来这把牌的底池注定是我们的。 OK，那今天这集影片差不多就到这边啦。虽然今天没有大底池，但是由于今天运气比较好，拿到的都是奶奶牌，并且也没有犯病，所以最终的水位是水上三千一。喜欢看我犯病的观众也不要着急，毕竟我早已放弃治疗，犯病也许会迟到，但一定不会缺席。那我们下集影片再见喽，各位观众，拜拜啦！